3个月前，有一粒巨型嘅陨石坠落喺 B16区，呢粒陨石竟然生长出一种巨型嘅外星植物。第二次降雨嘅时候唔摧毁潘朵拉，成个 B16区560万人都会死。呢个系史无前例嘅行动。我哋只有个 plan， 就系完成任务。一只狂骑，一只刑天，三只机械人。 装甲车冇咗信号，有人唔想我哋完成任务，死得嘅人留翻俾我，隐身。 ending 系点？我哋自己决定嘅。